台中北屯区有家台菜海鲜，起家菜五谷而肉，鲜甜多汁，鲍鱼浮跳墙，澎湃鲜美。左英评价功夫粤菜馆，大漠风沙鸡做法繁复，要经过腌渍、风干、油炸、抢酥等烹调手法，让人吮指留香。功夫胡张宝吃尽满嘴胶原蛋白。台中的温体牛涮涮锅，招牌严选沙朗牛，油花均匀，肉质细嫩。热炒菜洋葱凤尾筋，葱香十足，肉嫩弹牙。记得订本周日晚间8点的非凡大探索。